我是终于到了村内海燕街。你也跟他们一起出去吧。不知道广东有没有山？从来没去过广东，这几年去的地方很少啊。夏天。好，我们夏天找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啊，我们就去海边玩一下。你见过海吗？我见过啊，梦里。是不是被这么多东西惊到了？开始我让他们寄快递，他们不肯寄，你知道吗？几百块钱呢？不用，我姐寄了三个麻袋，第一次寄20多，第二次寄30多块。你去吧，我爸留在家里，你代替我爸去做事吧。来喽，打工去了。你的包简直太丑了。不是，那个红包，我妈的。我帮把东西送到广东了。还中的那个啊，你自己订个票吧。他说要跟你们一起去，现在订票还来得及吧？应该还有座位吧？我下一趟。下一趟，对，等我你就。晨晨，你怎么不看我呀？我们过年见好不好？过年你回来跟弟弟玩啊。你要拉着我一起走啊？啊？那你啊，哎，这样送过来。上不来，然后就讲拿个来，拿个来，这样给你啊啊！哎，龙哥，太矮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好，再放一次。拍的是我，因为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带身份证呗，带身份证拉我的。再想想啊，你，哎，走，小木来喂，小木来喂。好。拜拜，过年见啊。那我们回去了，拜拜。哎，送走了他们，家里又空落落的，只剩我跟我婆婆还有我儿子还有爷爷奶奶，以后回家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了。走吧，回家喽。我们在12车厢，现在一直往后面走。分到前面家了，这样子又结柜，不等着结柜。车子进站，工作人员请注意，129634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列车停靠一站台，请您的旅客安全并排队等候。到深圳北站啦，我们准备下车。哥哥是第一次坐这个电梯。晨晨，我们到哪里了呀？现在很快就看到爸爸了呀。哇哦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出站口了。深圳北出站了。爸爸到了。哥哥第一次出远门，他说这次不远，应该是他心情蛮好的。怎么见见世面？看一下深圳，我们来了啊，主持人是吧？晕没晕？不晕。哥哥今天很棒哦，哥哥，我们到家啦！哥哥今天太棒了，到家啦，刘景城。这是谁的家啊？刘景城。到家了。
到家了，这是真的很幸运啊，不晕车啊，真的是到家了，就是不晕车。哎呀，不晕车还可以，这次顺利的。好，睡呗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跟谁发？怎么认识？哎呦，哎呦，谁啊？爸爸，爸爸，打一下。昨天跟你聊天的啊。来打一下。哥哥已经开始在脱衣服了，哥哥已经开始脱衣服了。一到家就有好吃的。啊，懂事的懂事，好懂事。我亲爱的同事，不，我亲爱的同事的创残小姐，给我们做的好吃的。准备啊！太幸福了，一会儿来就有吃的。好吧，我们要准备开吃了。更脏了，这个。他个人没有安全感。因为哥哥都很饿了，现在。往常哥哥坐车的时候他总是会晕车的，但是这一次去广东呢一点都不晕车。从老家出发到广西那边去坐高铁的时候，一直担心他会晕车，所以开得比较慢，没想到他精神得很，说我才不晕车呢。到家了之后跟他们视频了一下，状态也挺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，也跟爷爷奶奶打了个电话。那下一次见到哥哥只能等什么时候我们有空的时候，看看能不能去找他们玩一下。